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4月11日至13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，并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。中国和朝鲜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，两党两国一直保持友好交往传统。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，也是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中朝友好年。中方应邀派高级别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，并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，是两国深厚友谊和中方对中朝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。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，此访一定能取得圆满成功，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。This peace summit is planned to happen in mid-June.